情，彼此殷勤，好像碰死，好像弄死啊！啊！那么乱的看你花了，小小哥的看到嘛？没娘养养没神嘛？哎呀，你还喊人家来？啊，那位娘子走了、啊。哎呀，弄死啊！弄死啊！你你啊啊！你带我儿子哦。你生了一个女儿啊，生了个朋友啊，母亲，男女不一样，来给我下个药去啊，等我当爹给你吃啊，下个又生了儿子，以后啊我讲话就生了儿子，下个好呀，女儿也是你的孙女，一起歇几句吧，母亲，他们一个养了儿子，一个养了女儿，男女不一样，不是我江家之好啊！好啊，我讲给你听吧。今天呢，我来喊你把房子挑起啊。确实没有啊。好了，我们家那么多年没养我这啊，今天要养我孙。你跟我啊，赔钱我的门面，我养大了我还要赔钱啊，到给家装啊。他那找杨氏嘛，都没有半天都没去了。他那招待茶，我好干的要死，他都没得做啊。我讲我问了，他那买衣服了，半天都没去到了啊，这个弄死，要弄死聪明伶俐的。今天我问你和你和他讲，把他挑起个女流浪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他们已经讲了。他们生男生女都是我江家的血友，都是江家之好，为什么要把庞氏赶出去呀、啊？为娘讲的话，你敢讲？你的症状啊？不敢不敢。今天我还得把庞氏挑起了，你就挑起了。你要是没挑啊，这个庞我家我穷的。我死了啦，你怎么还在吗？我讲给你听嘛呢，你到底愿走了呀？母亲不要生气，他是找你的这样走。你好了，我哪里样子清楚了啊？我的母亲啊！
父亲几次主位，喂喂，我只能在这个家里待下，我要把胖子叫了出来，对他说明，胖子走了。来了，见过夫君你，少礼了。夫君啊，为何愁眉苦脸？是不是你也嫌我生个女孩啊？不，胖子。我怎能嫌你生下女孩？我在母亲说了，男孩女孩都是我江家之后，我并不嫌弃你，只是母亲说道要把你怎么样。婆婆怕我怎么样？母亲说你不争气，生下的是女孩，要我把你休了，还要把你赶出门去。婆婆呀，你就这样把我休了出去，有道是手办手背都是油，女孩也是你江家的血雨，既然你母亲讲话，那你就听她讲，还是把我休了吧。
我们今年的，我们今年的是长，我讲。婆婆，我走了以后，你把我的安埋的大好。他是我家里面，我妈妈大好，走快点，走走走走走。要进去的，放进去，我打算。只怪我放肆你把子不好，请到这江家前来，我生了个女孩给婆婆献祭，看不出来这一回我要到哪里前去呀、Bye.